我开始给你放毒舞，你若点点的话，我好处理，准备。你这个冤枉货，给人家干了造出处。你是什么人？俺是叫小红兵干。来告诉你啊，这里啊根本没看到中主，台湾走出来了。桃红之秀丽，真的是永驻，终于终于撤回，回转。消防到底有能力啊？无能力啊！啊，你去咧无地段的所在，都无动无声，啊叫拖死报伫死啊！伫遐晒日头，啊你敢对？你拢哪有叫呢？有动静？消防啊！我已经叫到警署，你是哪警署？吵起你！好啊好啊好啊！啊你着紧来紧来！他说你要警署去分你啊！现在四个一路消防有四个人来叫着江苏的生命，可是我要爱这个地位，我要爱这个功劳，当然啦，我想要低调一路消防，想低调一路消防，你这分明就是断公海明，我断公海明又如何？你想要倒回去的时候，你的嘴会把我打起来，我无这样简单容易放你离开哦，无这样简单容易是不是？我点死啊！我死了跟你搞死又死不死？倒不如先给撮回红军雷棍。